在上一集我们已经详细同大家介绍过来自日本的灵魂教，在多年前来香港，自称是灵魂之父，以肉身降世打救世人，招揽信徒的各种骑呢活动，包括以超能力包装的一念归命绝招，据称能医百病，也有小便射树，据称可以拯救树木的灵魂，又有教主吐过口水的水晶柱，据称储存了教主的能量，售价100万元。亦有女信徒真相舐教主吃过的点心碟，据称亦可以藉此吸取教主的 DNA。而最高深的大法就是圣教全能量大法。冇错，亦即系多年前香港茅山师傅用过嘅圣教转运法一样，女信徒只要同教主同埋几位大师兄进行做爱活动，据称就可以得到最高深嘅能量，满足附体嘅各种邪灵，有病就医病，无病就改运。今集就会踢爆呢一种圣教全能量大法嘅奥秘。因本集涉及成人内容，虽然已经讲得好保守，但一样难逃被黄标的厄运，意味着本集的广告将会受到限制。各位如果喜欢听多些相关类似的题材的节目的话，就可以用本集片尾提到的方法支持本频道的制作。频道信息又讲完了，即刻讲回本集的内容先。当年的报道除了记录了灵魂教在香港的骑呢活动之外，还特别专访了一名脱离了教派的女信徒，讲述她去到日本进修的时候被教主和多名师兄淫辱的情况。当年薛师27岁，外貌漂亮，是会计界的专业人士，但是因为人事关系搞得不开心就辞了职，加上身体有些小毛病，因此情绪就很低落和疑神疑鬼了。有次她和她表妹阿珍倾开偈，阿珍知道她不开心，表妹阿珍就拿着嚿水晶柱去到薛师家帮她治疗。原来阿珍一早已经是河内制的信徒来的，那嚿水晶柱原来就是价值100万英镑的灵魂胶水晶。薛师摸住嚿水晶，加上阿珍不断的吹嘘之下，他真的觉得好像有些能量输入紧。随后他就听信了这些人的传教了，他还总共花了10几万买了灵魂胶的那些水晶和产品。之后在香港分会负责人张妈妈的带队之下，薛师联同阿珍和其他10女1男的教友亲自飞到去日本金泽市探望教主河内制和听他讲道，希望得到更高层次的加持。原定5日的行程结束那日，张妈妈就同薛师讲话，老师同他有缘，叫他留多几日，话可以做入室弟子，可以接收到老师更多的能量。薛师听到更是愿意留低落嚟啦。到了第6日的上昼，张妈妈就叫薛师入了另一间房，向他灌输最高层次的传输能量方法了。原来就是要同教主和几位大师兄进行圣交，因为圣交除了可以传输能量之外，还可以超度他身上的邪灵，因为很多灵体得不到性满足的话，就会搞住他，令他精神和健康都出现问题。到了当日晚上，有一个男女教友的拥抱会，原来女教友是要签了同意书才可以进行这个性交传输能量。同意书上面有一栏是穿衣服性交，另一栏是脱光衣服性交。薛师和表妹和另一位香港女教友就揀了脱光衣服，而另外3名香港女教友就揀了穿衣服性交的。而在当晚，薛师就是第一个被传召献身的女教徒。入到房间，他已经见到一个被指派的男师兄脱光了衣服瞓在床上等他。而在做之前，他还要讲一句日文，意思是请你给我能量和超度灵魂啦。而在完事之后，要等对方讲一句日文，意思是灵魂已经安息了。如果记错以上这些程序，就要从头再做过，不走得的。薛师说他因为搞错程序，试过被人搞了几次才走得。在那3日之内，薛师分别献身了被当年已经61岁的河内制、河内制的女婿和一名白头佬大师兄。而当中有一晚，他甚至要轮流献身给他们3个人。薛师回忆当日献身的时候，可能经过多日的洗脑，和怕有邪灵搞他，搞到他精神恍惚，所以就任人摆布。不过薛师回到香港之后还未醒悟，直至他发觉了有了生机，全家人都震惊，在连番审问之下，他才和盘托出整件事的始末。当时香港的教友还说他好彩啦，因为师傅和师兄不会随便令人怀孕的，你现在有了简直是天大的福分。好在薛师最后都被他家人闹醒了，劝他不要生个 BB 出来，以及劝服他向当时的记者讲出真相，
作为佢同呢个邪教一刀两断嘅决定。史师指出，何来济所宣传嘅个人崇拜同埋神秘思想，其实系彻头彻尾嘅骗财骗色骗局。佢唔单止损失金钱，更加俾教主同埋啲男信徒轮流泄欲。而最大嘅心理创伤就系、是、信徒一直捧着神明虔诚敬拜嘅教主，原来只系一名咸虫兼大骗徒，令佢哋强烈嘅宗教信念一朝破灭，真系身心受创。佢将自己嘅经历讲出嚟，就系、是、想揭穿呢一个邪教系点样黑暗嘅。灵魂教现时喺香港似乎已经销声匿迹，又或者好低调咁样活动，但系喺网上仍然见到何来济喺日本嘅一啲演讲会嘅宣传。可见咩年代都依然有人迷信由天上降世以神人自居嘅教派。听完薛师呢一个骑呢邪教嘅经历，系咪有一种似曾相识嘅感觉呢？历史不断重复，异端教派或者系邪教亦都系一样。现代科学虽然昌明，但系人类迷信嘅程度并冇好大嘅改变。第几幕嘅时候，佢需要嘅就系亲自落嚟拯救佢嘅儿女们，给予佢直接嘅所谓嘅佛法啦，所以先至唯一一次披住肉身落嚟同大家见面噶。禅飞解密 Patreon 会员独享嘅后台开麦节目，现已推出一连四集《连环杀人狂》特辑，详尽讲解杀人狂定义、特征、分类、各军动嘅个案等等。想更深入认识连环杀人狂呢种对社会有深远影响嘅人物，就请即加入禅飞解密 Patreon， 就可以解锁所有后台开麦节目。大家好，我系禅飞，敬请支持本频道嘅高质解密制作。而家只要在影片下面按一按个超级感谢掣 Super Thanks， 就可以作出单次性的打赏。此外亦欢迎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有助提高本频道在 YouTube 的曝光率。得闲的话请看埋啲广告，又或者加入禅飞解密 Patreon， 就可以解锁所有私密彩蛋，以及浏览资料丰富的禅飞 X 档案，同埋可以收听所有完整版的后台开麦节目，知道更多解密的资讯。